但最近海鲜进口业者在鱼肚里发现不该出现的东西。剖开鬼头刀的肚子，原本应该是鲜红的鱼肚肉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吸管、草绳、塑胶还有其他垃圾。但业者表示，还曾有个东西让他毕生难忘。发现子弹，对，有发现过子弹，里面的东西可能不止子弹啦，还有很多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对，这些都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废物。连长达5公分的子弹弹壳都出现在肚子里。鲸鱼搁浅在花莲岸边，工作人员拿尺量着它的身长，确认这只鲸鱼是柯氏喙鲸后，在19日进行解剖，发现它的胃中有大量垃圾，包括塑胶袋、麻布袋，还有鱼线等残留物，一一摊开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而且母鲸鱼肚子里还发现了一只身长165公分的鲸鱼宝宝，造成一尸两命的遗憾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寄居蟹的家多数被人类夺走了。每年绿岛游客30几万，你每个人带一个，其实就少了三十几个这个螺壳了。天然的贝壳很难找，人工的塑胶制品却到处都有。放眼望去，似乎相当的白净美丽，但记者在这里只走了100公尺，就捡到了这么多的塑胶垃圾。吸管和饮料，民众普遍习惯。不过，麦当劳这红白吸管将走入历史。想在7月内用禁用塑胶吸管政策上路前，自个先喊卡。但没了吸管，到底怎么喝？手指一推，往后扣，清凉冷饮就能就口喝下肚。对比过去，在大陆和英国门市，就口杯和纸吸管都只是测试阶段。麦当劳这次玩真的，特殊就口杯盖，台湾开了全球先例，从12号起全面实施。评估对比过去塑盖加吸管，新型杯盖能减少塑胶使用量，最高达16%，而预计6月底还要扩大到全台400家门市，希望能从环保和成本中找出平衡之策。TVB 新闻综合报道。